现主持咧操练的咧，是咱的金狮镇的灵魂，吼、哦，咱的狮祖，吼、哦，咱的狮祖啦吼。啊，咱透早咧，咱的彭玉峰总干事，啊，无，咱的郭信良郭局长，吼、哦，有咧讲着，吼、哦，咱狮啊吼，啊，有分公的还是母的，吼、哦，公的还是母的，咱真足甲看啊。真足甲看，啊，咱要安怎分工母呢？我偷偷甲恁讲，哦，这伫咱的队伍当中，队伍当中看咱的带头的啦吼、哦，看咱的带头的。就是咧拼狮啦吼，啊，狮头狮尾两个人做这个狮啊，这个翻滚的动作，吼、哦，对咱金狮的表演拼狮，啊来就是咱的哦狮甲狮，狮甲狮，哦就是咱的狮啊吼，啊咧整咱的身躯，吼、哦、啊咧清理这个狮毛，吼、哦、真新鲜，吼、哦、真新鲜。这条狮头咧，人了水一只，真正无简单嘞吼，真正无简单。哦，咱正是咧狮甲狮，哦，就是咱狮啊咧，哦，咱咧利用这个时间啦吼，咧整理这个身躯，哦，啊，咱咧狮毛啦，等等吼，正新鲜，正趣味。哦，咱狮头狮尾的默契啦吼，狮头狮尾的咱两个狮阿弟这个默契吼，爱真好。所以讲，咱注意看，因若咧换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拢会一对手咧换。哦，那这个金狮阵狮咧表演的时阵吼，这个表演的动作，有当时啊，拢一对手一对手咧换。咧整咧使咧整伊个脚啦吼，咧整理啦吼。哟，我整理到一半，我来看一下，四周有没有敌人啦吼？咧真新鲜。看卖有敌人要甲偷袭无？哦，四下无人，我继续经历。哦，四下拢无人，哈哈，是。来，掌声鼓励起来，哦。活灵活现呐，哈，活灵活现。非常精彩的过刀
吼，过刀有人讲开西啦吼，啊，过刀就是咱西啊咧，啊咧躲避咱这个寒刀吼一挂动作，啊，非常精彩哦，非常精彩，哦，咧过刀。现场的朋友，掌声鼓励起！吼，非常精彩，吼，非常精彩。咱注意看咱金西镇所刻这个盾牌，伊个材质哦，交咱上江镇的材质较无同款。哦，咱金西镇的盾牌较大面，面较宽。哦，啊，伊是用竹啊，哦，用竹啊来去编的。交咱啊上江镇的镇啊，还是讲牛皮较无同款。哦，咱金西镇哦，咱这个看到一个更加完美啦，哈哈哈哈。是，哦。咱伫操场的好朋友，咱也无爱提出来，咱会当就地坐下。哦，咱伫操场的好朋友会当就地坐下。哦，啊，咱互后壁面的观众也当看会到咱内面精彩的表演。啊，若无咧，咱就是退来咱的跑道的后壁面，哦，退来咱跑道的后壁面。